你昨天晚上为什么闯入了我们的实验室？说，你管我干什么？错了。好，好，我只想偷一点钱。但最近接了工作以后很不容易。又错了，给你最后一个机会。不，等一下，我只是他们雇佣的小偷，我都不知道任务的细节。他们只告诉我要偷些文件和数据，我真的不知道文件的内容是什么，请饶了我吧。和你一起的两个人是谁？我跟他们不是很熟，有一个应该跟我一样的雇佣的小偷，另一个是组织这次抢劫的。你还知道什么关于组织抢劫的这个人？他说自己是教空魔，他好像是在一个研究所工作的，可是他具体的背景没告诉我们。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？他什么时候离开这座城市？我们都住的不同的地方。他应该在这里租了一间单人间。我的火车票应该是明天晚上走，他也应该是那时候走。很好，我们暂时到这儿，下次再谈吧。大家好，局长好。昨天晚上凌晨3点钟，有3个陌生人闯入了我们的实验室，偷走了我们的数据。其中一个被我们抓到了，但另外2个小偷带着我们的数据跑掉了。他们穿着黑衣黑裤，而且戴着面罩，所以摄像头没拍到他们的脸。我怀疑是我们竞争对手干的事。这几年我们的科学研究远远超过了他们。我看他们意识到他们赶不上我们了，但真想到他们用这种肮脏手段。这里是所有关于这个任务的信息，包括我们审问的对话。这次抢劫是一位叫红魔组织的，抓到这个红魔，我们的数据也就会收回来了。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两个，你们必须隐蔽执行，否则我们的名声会受到影响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安排。还有最后一件事，你们已经工作了很多年，一直都表现得非常好。当这个任务完成以后，你们两个会晋升为探长。祝你们成功。你听见局长说的话了吗？我们快要当探长了，要是我们继续努力，有一天我们就会当上局长。不要太急，我们还有任务要完成。你看这个红魔，他以前也偷过我们的东西，
但到现在没有人抓到他。要是我们成功抓到他，我们就会出名。我觉得收回我们的文件更重要，管他是红魔。但他偷了我们辛辛苦苦的研究成果，不能轻而易举放掉他。你好好想过吗？我们自己把研究全给藏起来有什么用？科学发展应该靠合作。你是在帮谁？他偷走的是我们的成果。好好好，我也就是在随便想，反正我们也得听局长。对，我们先还是先到实验室去看看有什么痕迹。都有一条项链，可能是小偷丢的。啊，对，还有一只手套。好像其他的也没什么东西。我们看看摄像头拍到了什么。我的天哪，这什么也看不出来呀。我们还是好好研究这个项链和手套吧。这个项链的标记很特别，我们可以找一个古董店的老板看一看。希望您可以告诉我们这条项链是从哪里来的。让我看看，这种金属和这种标饰我确实认识，可是我的服务不是免费的。你会讲价吗？大概会吧，没关系，能多拿。一定要多少钱？500美元。100。500。200。500。300。500。250。500。300。750。好，好。这条项链来自马州，应该是从波士顿来的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是吧？局长好，我们发现红魔是从波士顿来的，请帮我们查所有在这里租了房间的波士顿人。有一个对上了，他最近住在330号 College Street。这个屋子，不行，人锁了，我来把门踢开。你神经病啊！你这样干，周围的人肯定都会听得见。我们还是悄悄地从窗户进去，这样他们回来的时候不知道里面有人。哎呀！我们快查房间里有什么证据。这里有一张地图，其他的文件都像是学生的作业。
你在干什么？现在怎么办？我们不能把他就给留在这儿，要是他醒了我们怎么办啊？我没办法，医院说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任务，咱们快跑吧，就当是他自己摔了。哎呀，红魔肯定换了一个房间，或者跑吧。我们明天早上再找一找吧，我们先得告诉局长。我从来没见过任务执行的这么糟糕的，你们不但没抓到红魔，还把石明打倒了。我叫你们隐蔽行动，但你们却没做到。要是那个石明打官司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现在只能把你们两个解雇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差一点就当上探长了，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局长都怪我们。除了那个小错误以外，我们都做得很好。要是局长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们一定抓得到红魔。哎呀，解雇就解雇了，没什么的，反正总有地方还在找人。就是你这种态度，永远成功不了。你说我？还是想想你自己吧。是谁把门给踹开的？是谁打的那市民啊？就你这样总是会惹事儿的。我惹事？没有我，我们就早就被解雇了，就不会有今天一说。现在不一样也被解雇了吗？你这个臭、你敢打我？我真的不是想伤到你，我不是想动手的，但是我就想提醒你一下，你真的有些时候很浮躁。要你提醒？没有你我早就抓到红魔了，我不需要你，你只在拖我后腿。如果你真的要我走，那我就走吧。你走吧，反正没有任务了。这个叶子，哎，听得见吗？说嘛。我觉得我知道红魔在哪里。我在房间里的地图上找到了一片叶子，这片叶子是杜松树的，这种树只长在东岩上，红魔肯定在哪儿。你告诉我有什么用？我知道我们刚吵架，但我还需要你帮我，我不应该叫你走，我错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我也错了。我们在哪里见？你知道哪里找得到我？谢谢你来。红魔在这儿，这里什么也都没有。肯定会是在这儿，这种叶子只是在这里长的。
天现在越来越黑了，确实在这儿吗？万一是个陷阱，我们什么都不会失去。如果我们找到红魔，让肯定会让我们当探长。不能让你再走了，你不能来这里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就是红魔，那我就不能让你离开这个地方了。你怎么会背叛我们从我们实验室辛辛苦苦得到的成果？你以为成果全是你们自己的吗？你们也同样用过我们的数据。胡说，我们可从来没用过这种肮脏的手段，你有什么资格拿我们的东西？我需要的信息已经有了，科学研究就应该公开，让全世界发展。我们这么努力研究出的科学成果，怎么能随便就被人拿走了？可以陪我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你能把我带回家吗？张庭外，古道。